好，来我们看这个总复习。A student from Jack School Jack visited Museum K and Airport L. 然后他要的是 unknown 是未知数，代表的是号码，所以答案是 X。然后 coefficient of 这一个的情况之下，它就会变成减三分四，所以 coefficient 是它的英文字母前面的号码减三分四。然后过后呢，还有 like term， 就是说它是英文字母是 X 的，所以英文字母是 X 的。然后他说这些全部都是 like term， 然后除了是谁呢？就是说他的那个PPP 这个是 Q， 所以这个不是 OK。然后 state the number of term 的时候，它就是几个 term， 1 2 3三个 term， 然后 8m 加 7m 15m， 然后再来下面的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这个就是 4p 加 5p 9p 减 2q 加 2q 的时候加 4q 的时候它是 2q， 所以答案是 C。 然后 4x 加 2x 6x 减 3y 减 5y 减 8y 6x 减 8y。然后接着我这一边这个 5x 加 2x 7x 加4减1加 3， 所以 7x 加 3。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要找 perimeter 就是周长，所以 m 加2再加 m 加 3， 这个是加来的哈，所以我这一边就有 3m 加 5， 然后括弧 cm OK OK。 然后接着这个是17题哦，然后过后呢，这一个我开挂弧不可以，我不可以先开这个，我要先开里面的先，所以它就会变成四挂弧 x 加 2x 减 2， 然后它就会变成四挂弧 3x 减 2， 然后它会变成 12x 减 8。 然后在这一边他说 x 个 red 吗 x 加2个 y 吗 b 这一个，然后 find the total number 的情况之下，第19题我的 total 会是等于那个x 加2再加 2x 加 5， 所以我的 x 加 x 加 2x 它就会变成 4x， 2加5的情况之下它会变成加 7， OK。 然后这一题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7加6减 4x， 然后它就会变成13减 4x。